大家好，我是嘉义市长黄敏慧。长期照顾家庭的照顾者，您辛苦了。家庭照顾者常常会把重心放在照顾家人，因而忽略了自己真实的感受与需要。被照顾者很重要，但是照顾者更重要。有健康的身心灵，才能安顿好家人。照顾的路上，我们与你同行。